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怎么好看怎么办？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啊！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啊！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蓄势待发，迅捷如风。